这这个要今天要拍卖了啊，拍卖，把它拍卖，拍卖两百起步，200起啊，谁最高价谁得啊。在深圳龙华汽车站，每天像体统哥这样变卖资产的老哥不计其数。你卖了几天你的狗还没卖出去？卖了一个星期了。一个星期了。卖着卖着就越卖越卖着卖着。地虎吃了没有？没吃。这请你吃饭的地虎。我请你吃饭。在干嘛？我这里没什么东西，我这里没有你吃的，你还是饿一段时间吧。那你不饿？还能饿？吃的啥？冬瓜。对，南瓜。给你吃。我个鸡肉呀。终于吃饭，他的意思是只给他骨头，他不吃。他还吃肉。他怕手机啊。你盯着一样，他就掉，然后就躲。你看。然后感觉他。你还不让拍你啊？你看他怕你的。过来，地虎。地虎。他怕镜头。那个他知道盯着你可以把他叫了，他就不让我来赶紧。你还不让拍呀、啊、上了一天吗？上了一天日结。嗯，那干着他不要我就说我就回来了。我是说你怎么充电宝又有了？对啊，我去上班他不要我，干了4-5个小时，5-6个小时就不要我就回来了。为啥不要你？他说我在里面那个讲话，然后总之是在那里讲话，然后动作太慢。别人给你发红包了吗？没有，他说我动作太慢了，在那里讲话，然后跟别人讲一下话，讲话也不能讲，然后那个动作不快的话也不行，哎呦很快。我已经很快了，他说你这么慢怎么出来干活？他跟我说是干的什么呀？什么工种啊？我就说我是刚干的，要实习一下。他说你实习的话你去别的地方实习，我这里实习不行，他要赶产量，叫我回去。是什么厂啊？那个普通的一般的厂，叫那个做那个电子厂。电子厂？对。嗯，我就走了，工资都没拿。我干了5-6个小时也没有工资，我干他都给我就算了，我就走了，回来了。所以今天晚上就在那里了，那没钱。最近经济有点那个不是很好。